本题运用技巧为 Binary Analysis Network Sniffing。下面解题影片运用二位元档案分析技巧进行。首先下载档案，将档案解压缩，执行 Level 6程式。系统错误，因找不到 DLL 档无法执行。运用关键字搜寻并开启。下载程式档案，开启下载档案并解压缩。开启资料夹并剪下 DLL 档。开启 Level 6资料夹，贴上 DLL 档。Level 6程式已可以执行。开启命令提示资源，并切换 Level 6目录。执行 Level 6程式，出现 Connecting。启应用程式 Wireshark 分析 Level 6程式的网路流量。程式初始化中，点选有流量的网路卡，开始截取封包，执行 Level 6程式产生连线封包，停止截取封包。封包分析显示 Level 6程式在查询 Wargame Domain 的 IP， 但未寻找到 IP。 Wargame Domain 为本次竞赛网址。开启命令提示资源，运用 ping 指令查询竞赛网址的 IP。 开启 VS Code 编辑器，开资料夹内 host 档案，在 host 中输入查询到的 Wargame Domain IP， host 为系统重要组态档，需使用系统管理员权限才能储存档案。执行 Level 6程式，确定可以连线到 Wargame Domain。清除 Wireshark 之前的记录，重新开始截取封包，再次执行 Level 6程式，产生连线封包，开启 Wireshark 找寻 Wargame Domain 的连线记录，停止截取封包，发现 Level 6程式开启的 URL， 复制 URL 至竞赛题目网址，贴上 URL， 出现答案 Sniffer Dog， 送出答案，答案正确。